下列何者是谁具有蛋白质？各位儿，鞭毛跟纤毛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，酵素也是蛋白质组成的，核糖体呢是蛋白质加 RNA， 中心粒全是蛋白质，然后染色体是蛋白质加 DNA， 所以答案就全部都有蛋白质，全部都有。那为什么鞭毛纤毛有蛋白质？鞭毛跟纤毛是中心粒长出来的，而中心粒本身就是蛋白质构成，所以它长出来的鞭毛纤毛也是蛋白质的成分，所以此题 ABC 注意全是含有蛋白质。